现在是四月上旬，这里是多伦多的一个专业花店。今天我们看看这花店里的卖的兰花，看看它卖的特殊品种的兰花，很多都在花期。看看名字，看看价钱。这个巨大的花，这是卡特兰的一种，看从这个数量上来说，应该是刚上架，有不少人开始买了。59.99元，60元。Beauty Girl Kukawa Kowa。看看这个开黑花的就没那么显眼了哈，多少钱？50元，叫这个名字。哎，这还不是卡特兰。对了，这不是，这是 Zig。 看看它的叶子底下有个球，球茎，这个也漂亮哈，一个大花枝上去，60元。我觉得这儿拍花好香啊，不知道是哪一种。我们接着看，我争取都闻，争取闻一下。只可惜我鼻子不够长。40元 Dendrobium。 啊，这是一种特殊的，也不是，不算特殊啊，都算，都是特殊。这是一种石斛，看看这个矮小的石斛多少钱？5.99元，你信吗？5.99元是盆子的价钱，找个旁边没开花的作为参考吧。45元，带着一个花苞。看了一下，基本上石斛这么大尺寸的都是45，这还有加税哈。看看这个非常小巧，50。闻了一下没有香味儿，看看这个含苞待放。也是50元，记住它的名字哈。这是花的尺寸，有打开的，这边有开的，真漂亮。看看这个更大，这个含苞待放还没打开，不知道什么花色。60。哎，这就刚才看过了哈，就是它。刚才一哥们儿听他说这盆10元，确实这盆10元。看看这一批含苞待放，真是想知道它开花什么样子。先看看价钱和名字，60。这一批特殊品种的兰花看上去价钱还可以，能接受啊。从这个包装上看像是新鲜进口的。好啦，喜欢兰花的朋友到这来淘一淘吧，看看有没有满意的、中意的。顺便做句广告，花卉点 CA 这个网站上有很多兰花销售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